那市长处这边已经添置了一套那个洗碗高温杀菌的一个免洗的那个洗碗的设备。下雨天，台北市长柯文哲突如其来的行程，立刻让宁夏夜市引起骚动。但市长考察行程马不停蹄前，得先填饱肚子。 第一个夜市有免费Wi-Fi的使用的一个夜市哦，我知道，这个谢谢市长，真的免费Wi-Fi。哎，你肯定亏有啥？检查一下，检查一下。边吃边谈，但柯市长旁的可是新党立委候选人潘怀宗，两人共乘一把小雨伞，还不时交头接耳。但柯文哲明明才刚帮民进党立委姚文智辅选，怎么现在反帮潘怀宗拉抬选情？不是，念不要紧啊，啊就对，哇，这个啊，其实我们会。 市政建设，我也帮他起脚踏车啊。没有加油喊话，可比说市政考察不分党派，纯粹是要看宁夏夜市的自动洗碗机，了解夜市洗碗的卫生问题。还是市长关心的？不是，我不会帮他，我是被取消掉。选前敏感时机，柯文哲现身，是否是帮潘怀宗造势，会不会对绿营的第二选区造成影响？这场市政考察行程备受关注。记者张世奎、叶颖台北报道。